顶，太阳川河的四位在校生进入会场。欢迎收看你的快本，我的姓好男人就是我，我就是曾小贤。哦，不对，我就是陈赫。我是尹正，特别高兴来到快乐大本营。哦，尹正也是太阳川河的。太阳川河来了，小美女来了。我们来自太阳川河，我们是太阳川河。好可爱。其实来参加综艺的都还比较就是外放外放的啊。哇，好漂亮。Hello 长得太漂亮了。每天做一下俯卧撑才能进来。做什么？要做15个俯卧撑。15个。小心点，小心点，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你怎么那么听话？我们可是大公司。这是我平时还是很机智的一个人，就是这一段这个智商显露出来的这个拙劣啊。这一段求求了，能剪掉就剪掉吧。请开始你们的选择。来这儿，来这儿，来这儿。这里面好，这里面有美人鱼。我想要美人鱼。走，我们先看一下，先看一下，先送哈尼去美人鱼。对，美人鱼在这儿，在这儿。我不会出场了吧？是。哦，这是钓美人鱼。啊，我钓鱼，我要钓鱼。满足一下你，来，你钓一下。美人鱼，再钓。把这儿当一个相亲节目，大公司联姻了。我坐贝壳上面，我坐这儿了。这个张帆啊，个人记忆点是模仿刘德华。敢在我们嘉哥面前提他会模仿刘德华？你休想按到那个电梯 ，Thank you。休想来我的楼层 ，Thank you。有请。乐华娱乐的四位在校生。哇，乐华的，我看看都是谁。哇，乐华的。第一个就想到了金南会来吗？怎么可能呢，对不对？人家刚从节目出来，很忙的啊，不会的。那个金子涵，月华来了。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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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，真来了，我的天哪！不要表现淡定一点。咋还带个假人来？那是王一博吗？我猜是范丞丞吧。加斯汀，加斯汀，虽然脸就是那样子，但我已经看出那是。他的档期是有多满啊？金子涵，在这里就有人要表白是吗？哎，不要跟我的妹妹搭讪，我妹妹还小，好吧？子涵，哎，能问你个问题吗？嗯，你说。你属什么？老虎。不对，你属于我，属于我。那教我台词。整段垮掉，我送你4个字，啥也不是。需要去油去油。